Oh. You gotta be kidding me.你们知道我们学校文华楼三楼那栋厕所的故事吗？我们现在都不太敢去那边上哎，就是听说之前啊有一个学姐就是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老塞，整个厕所堵住啊，超臭的。二小准备出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夜教哦。那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叫对方的全名，你要叫就是一律叫绰号。然后我们手上的手电筒呢，你也不要乱照，也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 ，OK 吗？林珊也不是那个来，你那个来先不要玩。学长，你刚是叫人家全名吗 ？Oh no！ 对哦。